ギャーちゃんな。内容可以。比较有那个纪录片的。没办法，没有这样的功能。年轻一点。你51岁，50岁。孩子呢？孩子20岁。孩子不是在这边吗？了解。对不起。啊，然后放那个鸭肉放里面，放青菜啊，放青菜里面，多鸭去组合起来去煮起来的鸭子。嗯，这个是好吃的秘诀。对，这个比那个叫做橄榄油，嗯，橄榄油的成分很像。哦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可以，谢谢谢谢。鸭肉饭，老板送给我这个，谢谢。然后半夜多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。然后半夜多。然后鸭肠，鸭肠，鸭肠。今天吃鸭肠。啊，鸭肠啊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阿叔。中山白素，好棒，谢谢，好棒，真的可以讲清晰。OK， 谢谢。我老板送给我这个。谢谢谢谢，原来是你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吃的是好吃的。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什么。谢谢。啊。吃完之后。对。做汤蛋。
けど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、あ、すごい。对日本人喜欢去的地方是九份啊，就那个林太峰啊。林太峰。对，他们不知道鸭肉坊的地方那个存在。OK OK。所以他们都有上旅游杂志。对。我不要了，不要旅游杂志。嗯。好，你先吃。好。你这样太累了。谢谢谢谢。这个怎么吃吗？跟这个一起，可以介绍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